回到家乡演出，心里特别的高兴。到家了吗？全国各地去了不少地儿了。嗯，最愿意来的就是咱们天津。那可不是，这是我的家，家乡啊。好多朋友都认识我。嗯，但是对于于老师，我们需要着重介绍一下。哎呦，太客气了。这个演员叫于谦。哎，是我。说的不错啊。不敢，谢谢。看见了吗？谢谢，谢谢大家。你瞧见了吗？大伙儿对你很了解。嗯，是这样。台上是真好啊。不敢当，不敢。就这四门功课。嗯，说学逗唱，嗨，反正就这么回事吧，是吧？啊，就那么回事了。不，关键咱们得说人性。哎，关键是人品。交朋友不能靠台上，对了，得说台下，得实诚。就人家这人性，您说一说，还不如台上呢。嗨，我让你夸我来了是怎么着？我羡慕他呀。还羡慕我？相声说得好，嗯，还拍过广告，倒是演过，演过电视剧，有那么几部，演过电影，是。经常的出任什么产品的代言。哪儿？最近接一大活啊，马上要成为枸杞兔子形象代言人了。啊，好嘛，我接这活有点不露脸呢。可所有的枸杞兔子上都喷一张你的相片。哎呵，那管什么呀，提你三块就走啊。不提我两块就走了。对自己得有信心。我都贴那上头了，我还有什么信心呢？演过很多的戏呀、啊、真好啊、嗯、没有。当初有这么一个电视剧叫《雷雨》。哎，对。哎呦、啊、我特别喜欢这个戏。好吗？原因就是这里边有你。我上这戏了。他在这里边负责雷雨。哎，啊，这雷雨我怎么演呢？就是一有下雨的戏，你弄个水管子站那儿呲、嗯、我干剧务。最了不起的，当初周星驰有一个电影，哪部？叫大话西游。哎呀，太有名了。于老师在里边演出了。演了牛魔王身边600个小妖精之一。您找的时候留点神吧，您费费心啊。了不起呀、啊！都演这角儿还了不起？我什么时候能熬到你这样啊？哎，您太客气了。我打小说句良心话啊，嗯嗯，不行。小时候不好吗？您看，您各位今天捧我啊，啊、嗯，我当初干不了这行，哦，不适合干这个。打小同龄的学生里边，啊、嗯，都比我强。就你最次。我最次了。我哦，怎么办呢？嗯，包括学员们一块演出，嗯，我一上场，这观众们哇，怎么回事？全走了。走了。我一下场哇，都回来了。哦，还真快呀、啊、这个团长说你别演了。哦，你捡场吧。哦，改搬桌子了。我搬桌子。嗯，我搬桌子一出来，观众哇也走了。我说我搬桌子不说相声。嗯，观众说了，看见你就不行。好嘛，哎呀、啊、您这人缘也太次了。我跟您后来团长说，你就跟后台拉了大幕什么的吧。哦，干杂活，别上场了，别露面了，也别说啊。真有一个人找到后台干嘛呀？找团长。哦，为什么不让郭德纲上场？我有愿意听您的呀，必须马上安排。啊，有捧场的。他再不上场，嗯，我那冰棍全化了。啊啊，好，等您上场，观众出去买冰棍去。就是门口卖冰棍的给我拔创哈。哎呀，也只有我说相声，人们才出去买冰棍去。嗯，后来好容易毕业了，熬出来了，跟着团演出。对，也不行。还不行呢，相声跟古曲一块演出，那这是花场啊。我们吃亏呀、啊、吃什么亏？唱大鼓的小姑娘一个个捯饬的跟漂亮啊。哦，呼，盘着头，对，烫着发，嗯，这儿搁一朵花，这儿搁一钗子，对，这儿挤俩红点儿。哪儿挤红点儿啊？这儿搁俩枣就是切糕啊。啊，嗨，
把吃食往脑袋上搁，穿着各种颜色的旗袍。对呀、啊，那气儿都开得嘎吱窝了啊！配俩门帘子就出来了。哎呦，啊，那两边的票卖得特别的好。那不是看大骨的，那是看大腿的。我就纳了闷儿了啊！我们有的演员他都凉掉，对，他那唱根本就不够水平哦，词儿高了记不住，这玩台上胡唱乱唱的都错了。还有人给上花篮，对呀、啊，他凉掉，他能建40多个花篮，不少。我这么卖力气，我连个花圈都没有啊！嗨，您不到岁数呢，可能气得我，哎。嗨有保安没有啊？把他弄出去啊！不是您就讨厌你，甭想这个了，太讨厌了这人！你这样的逮着都够枪毙5分钟的，是吧？啊，那么长时间呢？我很不幸，您不要拿我开玩笑，你知道吗？啊、您接着说，我很不容易，我啊，我就跟那团里混了这么长时间，我寒了心了，哦，不想干了。我什么时候我能熬出来呀？哦，我干点别的吧，我。哎，您干脆就转转行。有一朋友说了啊。啊，影视界你愿意不愿意？您呢？我一琢磨这也不错呀，影视界影视圈我很喜欢呐。对呀，头一天去了导演就问我啊，这影视跟相声可不一样哦，你做得到吗？嗯，我说我做得到啊。哦，行，吻戏你能演吗？接吻。我说太好了。哎呀，嗨，就等这个呢，我挺乐意的。导演也高兴。是，好，你要能答应就好。哦，把那狗牵过来。狗跟狗接吻呢？气得我呀，这叫什么活儿？这叫啊！是啊，而且我在影视圈混了一段时间，我就发现了啊，很多女演员嗯，为了上戏嗯，都跟导演睡觉去。哼，倒是有这种现象。实话呀，对，我看不惯呢。是啊，我很生气呀、啊！您有正义感，这个女导演太少了，啊！哎呀，您生这个气呀、啊？你们女演员有办法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啊，是不是？苍天不负苦心人呐！怎么了？终于有一个戏碰见女导演了。哦，让您碰上了。嗯，她那年是36，啊，那也不算大。我那年是23，哎。跟您比差不多。我一想，我为了艺术，我献身吧。啊，您献身了。我洗洗澡，换换衣裳。哦，我找他去了。是，当当当敲开门，我一瞧，这事儿成不了了。怎么回事？制片人在屋躺着呢。嗨，您白费劲了。我什么时候我能混出来？我、啊、哎，澡也白洗了。我多的混得出来我啊？嗯。我心里不是滋味儿。是，来一朋友问我，嗯，广告你去吗？哎，广告可快快。对了，到那儿就完，周期短，一天的功夫。是，你的男一号。哦，那不错啊，给你5000块钱。哎，这钱不少。我一琢磨，这干得过啊？啊，合适啊。嗯啊，不过人家说了，嗯，你需要啊，在北京化好了妆，换上服装。嗯，你才能去啊！这还急茬儿，拍摄地在东北长春。哎呦，这远点儿，给我一张火车票。嗯，我先找化妆师去。哦，我说老师啊，嗯，我这个脸比较啊黑，是您给画白一点。对，化妆说，嗯，怎么了？你这还白呢，知道吗？这还白，给我抹了一脸这个黑呀、啊。哦，换上了黑棉袄、黑棉裤、黑棉鞋、黑手套、黑帽子，全黑。冲镜子一呲牙，吓我一跳啊！我这什么形象啊，自己都害怕。拿着票上火车奔东北去吧。上火车瞧见我，没有不害怕的，全害怕，谁瞧我谁躲、啊、躲。哦哦，当车祸现场这么看的、哎、都是、嗯、借我身保安的衣裳，我穿上，我打他啊。您穿上这没用，怎么那么害怕呀？不要把你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上、啊、是，我听着新鲜，我自己也难受啊。啊，有一节车厢有一个犯人，嗯，砸着脚镣手铐，这挂在这儿、哦、嗯，4个武警端着枪把着。哎呦，我估计这啊一下火车就得枪毙，重刑犯。这人跟这儿就完了，颓废了，是吧？哎呀，我打他跟前过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嗯，哎，嘿，好嘛，他瞧见希望了，他啊。
他找着这意思了。到了长春找着导演，我说我来了，我演这个。对了，就等你了。哦，你的男一号，赶紧。我说女一号在哪儿呢？是，在那边那笼子里头了。哎，笼子。我说笼子里边，我看看吧。我一瞧啊，有一猩猩。哦，不是狗了。哦，有一猩猩。我说这不咬人吧？是，这是马戏团借出来的。那行了，我的男一号是他的女一号。哎，我说导演，嗯，这没有感情戏吧？哎。别想那么多了，这就、啊、没有啊，没有了。什么广告啊？八宝粥啊、哦，那好食品。把这猩猩放出来，我搂着肩膀啊，打开了，我给它灌下去。对，然后冲着镜头这样，啊，一比划，完事儿了。这快，我说太好了，赶紧吧。紧对，我等不了了，来吧。啊，猩猩放出来，搂着肩膀打开八宝粥。哎，它比我手快。是啊，一把抢过去了。嗯，摁着我这脖子，哒哒哒哒哒。那就别抖搂了。完事这猩猩冲着镜头啊他还比划呢，我怀疑他偷看剧本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嗨，嗯，要不也没那么快。我说导演啊，哎嗨，呛一口再来一遍吧。啊，导演说没事，嗯，谁灌谁都行啊，那怎么都行，那就完了吧。啊，这个广告播出之后，很多观众打进电话来问什么呀，问一问哪个是猩猩哪个是人。哎对，人家都分不清楚啊。我说他让我穿黑棉袄黑棉裤呢。哎对了，攥着5000块钱回北京。哎，挣钱就行了。我有了钱了，我这回我买方便面了，我能够 能吃饭了。我有这个，我有饭了。我嗯，这个朋友又找我来了。干嘛？说你这样知足是不对的。怎么了？必须要往上发展。再往上怎么发展呢？你得上春节晚会。哦，你才能红。春节晚会，才能红，才能有味儿。嗯，我说我也不认识人家呀。嗯，我找谁呀？是，说你甭管了。嗯，我认识春节晚会的导演啊，见导演。哎，我把他请来，你们见一面。好，我不能白帮你这忙。怎么办？你给我5000块钱。5000？我一琢磨，我刚挣了5000。是啊，我还得买方便面呢，我啊。别废话，你成名要紧。哦，一把把钱抢过去了。嗯，带我去见导演。去吧。好，我说导演，嗯，导演您好，嗯，我要上春晚，哎，对，我要成一个大腕，表达一下，我很了不起了，就说心意。导演说这你来晚了，啊、嗯、啊，你们导演哆嗦什么呀？啊，有身份都得这样是吧？没听说过，你来晚了，啊，你这你先跟着干活吧，干活，擦擦桌子，搬搬椅子，哦，弄个水，送个盒饭，扫个地舞的，嗯，啊，你这样，给我遛狗去。遛狗也管啊！给我遛狗去啊！多缺德！我还得给他遛狗去，就这破狗啊！走一步一停，走一步一停，我给领到钟表店去了啊！我师傅，这走一步一停，哦，没事，擦擦油泥就好了啊！啊，狗有擦油泥的吗？把狗牵回来，导演乐坏了，没了。呵，哦，这个忙可是帮大了啊！啊，行了，你留神吧，看哪个节目你能上，嚯，你言语一声吧，吐口了，我看吧，找找有京剧，对。这不好蒙，怎么京剧这难蒙？你说你唱戏的啊，弦儿一响，你算傻了？啊，这哆嗦上了、啊。有武术表演，这行吗？这蒙不了啊，这真刀真枪，玩了命了、啊。这不长眼啊，嗯，有这个芭蕾舞，哎，芭蕾这也没法蒙。怎么？你垫脚尖，你能站半小时？我看你不垫脚尖，你也不像啊。啊，啊是，我那枪哪儿去了？喝点嗨。不是，您就甭蒙这个了，您找点能干的。我能干什么？我一看我就说相声能干。相声啊，现场有一个400人合说的相声。哦，400人，400人大群口相声。嚯、哦，就这场景啊，没80万下不来。那么贵啊？嚯，这弄个假山，山跟真的似的。哦，这边有俩飞机，飞机底上有水。嚯、哦、嚯，节目一开始打这山上蹭蹭蹭跳下100个说相声来。哎呦，都背着降落伞跳下来，知道吗？啊、这里边水里边。钻出100个来，哎呀，这边飞机上扔下一帮来，费多大劲！到最后拿洋车拉上一个逗哏的来，是啊，哎，这演员一下来，冲观众们说：“说观众朋友们，我想死你们了，我嗨，啊，就说这么一句，400人站齐了，哦，有一个人带着说，是我说一句话，你们大伙把它翻过来啊，哦，给大家拜年，我很高兴，对，这300来人一块很高兴给大家拜年，哎、一鞠躬，完了，哎，完了。”嘿，我说这行这个啊，这缺心眼儿都能来这个啊！哎呀，对对，这行这个这不算什么。嚯，就是这儿的相声好说。嗯嗯，我说导演啊，我求求您，这我来吧，这个哈。哦，上这个。慢说，我这智商这不没问题啊。啊，对对。我说那你等会儿吧。干嘛？这400人打6月份就跟这盯着，嚯，知道吗？
你等着，说有一个不干的，你来。哎，您补这缺，我天天盼着呀。啊，你这帮缺德的，他也不出点事儿啊？呵，您盼什么呀？有一个不干了，我不就盯上去了吗？啊，天天的等，天天的盼，等着吧。啊，这活没等来，别的活等来了。什么活？那天现场彩排。哦，4000人的现场。嗯，跟这正忙活着呢。哎，有一个观众生孩子。哎。那儿生孩子，大姐大肚子、啊、你说哎呀，你这月份你回家生孩子去凑什么热，这儿乱了轰轰，4000多人，你跟这儿，你说他这儿要生孩子、啊、哎呦，现场生孩子，我赶紧打电话。嗯 啊打电话，一会儿车来了，我还得扶着他背着他弄车上去。哎呀，回来这儿收拾。哎呀，全是你的活。忙完了之后，我这机会可来了。什么机会啊？彩排到这400人的相声啊，又打山上下了100个，哇、哦啊、背着降落伞。是是，有一个人那降落伞没打开啊，哎呦，脑袋冲向噗。哎呀，万幸啊、哦、没事儿，死了。嘿，死了叫万幸吗？我太激动了啊、哦、老天爷给我机会了。太好了。哎呀，我找导演去、嗯、导演是这短一个这个、啊、我来这个。哎，得赶紧，你来晚了。怎么把他推下去那人已经替他了。嚯、哦、这太残酷了吧。这个我什么时候能熬出来。我哎呀，我什么时候能熬出来啊。嗯嗯嗯，急得我没法没法的。是是，我找我那朋友去了。干嘛呀？退钱。不干了。把那钱退我。赶紧。不干了啊。嗯嗯嗯，一天到晚的净干活了。是哪当演员成碎催了。我这个没正事儿，我又擦地又拾弄屋子、啊、那大姐生孩子还我给弄。我怎么的了？我啊，把钱给我。不干。他乐了。嗯、啊、你呀、啊、缺心眼儿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想上春晚？当然了。你是不是想成名？废话，你首先要学脸皮厚，你得不要脸才行呢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知道吗？是啊，你这个多的能成腕儿，你这个哦，脸皮厚，就你这个性干不了这个，知道吗？哦、那怎么办？我就脸皮薄，是啊，拉不下脸来啊，找老师去，还有教这个的，找人教你。谁呀、啊？谁教啊？啊，谁脸皮厚啊？我想了想，谁呀、啊？哎，啊，现场生孩子那大姐可以，哎。对，4000多人看着生孩子，人不在乎，这得多大能耐，这得是。对，我买点东西，我看他去了啊。我瞧他去，我到家一瞧，坐在炕上正哭呢。干嘛呀？哎呀，丢人丢大了，哎、也先害臊。我说大姐，大姐别往心里去啊，这算什么呀、嗯？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？4000多人看着我生孩子，太丢人了。是是，嗯嗯嗯，我说这不算什么啊。那年申奥成功。天安门头里边有一人同着2万多人生孩子。是，哎呀，那也是我，全是他。